享天下之利者，任天下之患；居天下之乐者，同天下之忧。我说过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，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。当前，香港最大的民心，就是盼望生活变得更好，盼望房子住得更宽敞一些，创业的机会更多一些，孩子的教育更好一些，年纪大了得到的照顾更好一些。民有所呼，我有所应。新一届特别行政区政府要务实有为，不负人民，把全社会特别是普通市民的期盼作为市政的最大追求，拿出更果敢的魄力，更有效的举措，破难而行，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市民，让每位市民都坚信只要辛勤工作就完全能够改变自己和家人的生活。